传说中，中国历史上在战国时代有一位奇人鬼谷子，他的学生都很优秀杰出，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苏秦和张仪，以及孙膑和庞涓，他们都是同班同学。前两名学生分别用不同的理论相互对抗，搞得天下大乱，而后两名则反目成仇，分别效忠不同的主子，而展开生死之斗。中国大陆和台湾原为命运共同体，但因为内战及韩战，分隔成截然不同的政治实体。从此以后，近30年中相互校正，又各走各的路。中国为了现代化的探进寻路，呈现着被撕裂的遗憾。国共内战的结局是国民政府跨过台湾海峡撤退到了台湾，以及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革命的年代以及内战的时代暂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战以及两岸隔海对峙分治时代的开始。当时的美国几乎已经遗弃了国民政府，甚至期望与中国共产党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府打交道，共同围堵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扩张。但是韩战爆发，打乱了美国所有的东亚战略布局。韩战时，美国把台湾的基隆港作为补给、维护、度假跟调度的中心之一。当时的基隆港是一片热闹，委托航以98林立，热闹中充斥着亲美的气息，也有着国民政府得到了喘息的味道。美国就此放弃红色中国，转而支持台湾。1950年到1953年，韩战经过3年多的拉锯，终于在板门店划定38度线，签下停战条约。战争中被俘虏的中共志愿军大约有23000多人。其中14000多人选择来到台湾。1954年，美国进一步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虽然确保了台湾的安全，但从此台湾和美国也建立了互从关系，成为了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防卫基地。台湾不止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社会文化各领域也完全向美国看齐。1954年12月所签订的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表面上没什么问题，它有个秘密幻文，这个幻文后来才公布，当时没有公布。它公布有，它秘密幻文有一条讲得很清楚，说双方中美双方所共同建立的建制的这个军事力量，它的任何的移动、部队调动啊，要得对方的同意。那个月一签以后，这个反攻大势不可能。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国民政府就，我们蒋中正先生就知道台湾的安全已经没有问题，那他就开始怎么样？一个是建设经济建设，所以从3-7-5减租，工地放领啊，然后整个从这个。轻工业、重工业也就开始经济发展。50年代开始，美国的反共战略除了军事围堵，对盟国进行美国价值文化的改造，要求盟国移植美式政治也是重要措施。在此规划下，
美国对台湾提供军援和金援，至此美元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一项关键因素。但是在美元之外，我们也不能不说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才真正厚植了日后发展的基础。这里是台东县池上，也是台湾著名的米乡。中国以农立国，在过去以士农工商的社会阶级排序中，农是仅次于读书人的地位。但是很讽刺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农民却是很少是丰衣足食的。这也难怪历史上大多数的动乱都是来自于农村。孙中山看到这一点，在所有推动的国民过程中，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是两个重要的民生主义号召。但是民国成立以后，政治纷扰，战乱频繁，根本没有机会实现他的理想。一直到国民政府迁台，有了平稳的社会状态，才有机会将三民主义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实践。经济政策的部分，那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土地改革。因为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失去政权，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农人的抗争啊，农人这个大部分都走到共产党那边去，所以国民党到了台湾来以后，他们做所谓的平均地权啊，这个工地放领、耕者有其田跟三七五减租这几件事情做下去了以后，让土地的所有权大部分的从原来的地主转到这个佃农的身上，然后农地的这个生产力开始快速的提升。为了要让那些地主愿意把这个土地拿出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讲有四大的这个政府的部门，包含了这个台糖啦，还有这个台泥呀，这些就是政府把政府的企业的股票拿去跟这个地主说，我给你换土地，然后再把这个土地转给了这个佃农。原来的地主他们取得了股票以后开始去投资企业，所以开始带动了企业的发展。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搞了土地改革也很成功啊，这个对于台湾后来的这个振兴，经济振兴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办法和大陆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是通过赎买的办法，使农民得到了土地，使那些拿出土地的地主呢，他也成了工商业者，去从事工商业，这样也很好，使台湾的经济呢有所发展。台湾土改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运用美元而成立的农村复兴联合会。当时由于农复会成功地在农村推动了农技改良和农产品运销的改善，因而使台湾农村快速地振兴起来。当然，任何政策也一定会衍生某些问题。台湾的土地改革因为某些事情处理得不当，也使一些地主愤而出走，或转成反对的力量，日后终于渐渐转成为台独主张者。不过，无论如何，台湾土地政策基本上应该算是温和又成功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中国农民基本上所求不多，求老天风调雨顺，求世道太平安宁，求利丝清税薄征。但是土地分配的问题始终是个毒瘤，它曾经多次导致王朝的覆灭。民国以来，国共的分道扬镳，如何解决土地分配问题也是关键因素。
当台湾的土改初见成效之时，大陆的土地问题又如何呢？抓就是。大家好。你好。在玩什么？斗地主啊！哎，有闲的时间玩这个。闲了嘛。来，一块玩一下。不会斗地主，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谢谢。斗地主这项游戏是大陆农民农闲的娱乐之一。对于台湾人来说，这项游戏是陌生的，甚至斗地主这个名词听起来也相当的别扭。名称往往意含着人民的心态以及过去曾经有过的经验。不错，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崛起，靠的就是号召贫农斗地主所结合的力量。不过，马上可以得天下的方法未必能够治天下。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历程，目的是让农民获得土地，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措施。因此，从中共成立之初，即积极尝试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展开他的土地改革运动。刚开始，在国共合作阶段，手段还算平和，大抵类似台湾的土改。但是在国共决裂之后，中共便开始采取激烈的方式，以贫农斗地主的模式来进行土改了。中共凭借土地改革成功地争取到大量贫农的民心，这也成了内战胜败的关键因素。这个时候，中共的土改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到了1947年的七月的时候，在这个河北的邯郸一带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呢，就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就是要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就是积极的这个为了当时叫做保田保家，就为了保卫土地改革的成果，保卫已经分到的田地就是支持解放军。但是随着这个土改狂潮遍地来了以后呢，农民呢为了得到福财，逼供，搞乱打乱杀，那么也触动了城市的工商业，这样呢就造成了社会的很不稳定。中共靠着激进的路线取得了农民的支持，进而得到政权，国富民强，这当然是中共的理想。但是也因为多次过于激进的土改政策，却失去了控制，造成了更大的动乱。这种动乱现象直接造成的伤亡估计高达100万人，它一方面使得贫农成为了中共的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也把地主与资本家逼向了国民党。于是国共的斗争形成了社会阶级的分裂，而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这些地主与资本家许多人都步上了逃难路途，从此飘零海外，一去不返。1947年12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12月会议，当时呢认为呢这个土地法大纲总的精神是对的，但是呢它有缺陷，就颁布了一个在老区半老区，所有老区就是老解放区，半老区就是半老解放区，这个土地改革的决定，比如说不许乱打乱杀，中农不能动，不挖福财，这个只平分这个地主一定限额以上的土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许触动工商业者，迅速地纠正了一些极左的做法，那解放区的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了。人家人民政府
1949后，在新解放区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将近3亿农业人口中，实施了较温和的3次土改政策，孤立地主，不动富农，保护中农，分惠贫农，其打击面是大大的缩小了。到了1951年，中共一声令下，全国实施统一经营特色的农业互助合作社，其目的为使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向社会主义农业迈进。那么1950年的时候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颁布的第一个法律是婚姻法，那么接着颁布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那么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呢，基本上呢每户农户呢都有了自己的土地啊，有的呢还分到了耕畜牛啊什么的啊，能够这个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作。所以说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迅速高涨。所以这个仅用了3年时间呢，就达到了1937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好的水平。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呢，发现呢，有的人呢家里头呢壮劳力比较多，有的人呢家里头比较弱，有的人家里头呢有牛有马，所以呢他的生产就发展得快。共产党不能看着有一部分人呢维持不下去，他又卖掉，然后这个土地买了土地的呢又富起来，又变成了富农，所以就要想办法。开始呢组织着互助组，然后呢又组织了初级农业社，到了1956年呢，革的化运动呢就搞了高级社。这里是陕北的洛川县，整个县种的都是苹果树，这一根就是苹果树的幼苗。过去在合作社里，每个农民除了在名义上仍保有提供给合作社若干土地以外，也被允许保留不超过5%的部分自留地。农民在自耕地上可以尽情地发挥，种蔬菜、种水果、养鸡、养猪等等。因此，除了在公社劳动所得之外，另外也有其他的收入以及积蓄。毛泽东以及其他的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开始紧张，如此发展下去，是否又会形成新一代的富农？于是土改政策又变了。1958年，毛泽东一句话，还是公社好，搞得全国农村大翻动。所谓人民公社化运动，计工分、吃大锅饭、政社合一体制，那就是共产主义路线的农业社会，也是毛泽东理想中的乌托邦。人民公社就是超大型的生产合作社，也就是完全消灭私有土地及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农村路线的结构。其实这想法很单纯，就是为了追求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原是中国的传统想法，而中共以为只要如此一来，便可跨向一个进步的农村了。这种认为一步便可登天的想法，同样表现在三面红旗政策的另外层面。于是，一些过度激进的政策就形成了。你要我来介绍的这两段历史，在我们大陆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以至于现在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回首这两段历史。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呢，我们今天应该是对当时的环境做一个重新的认识。因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是学西方还是学苏俄，在当时都是问题。所以大跃进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条道路，想走出自己的路来。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呢？就是说要赶快的搞一个建设，
把我们过去啊耽误的时间啊给补回来。我们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情，就是要大干一场。我们只有一个条件，人多，人多组织起来就应该能够发挥高效。当时呢，毛泽东是这样想的，所以呢，大跃进首先从农村开始。当时口号是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典型描述中国人在现代化上贪多求快的赶超心态。这样的结果也就可以想见，炼出了一堆不堪用的钢铁，违背农耕规律的以粮为本，既伤了地理且破坏了生态，加上天灾、错误政策和自然灾害，耗尽了原本的经济成果。三年大饥荒造成人民莫大的痛苦。就是说当时确实是中国遭受了比较大面积的比较严重的旱灾，这里边呢又有一个共产党的决策犯了错误。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58年这个大跃进搞了大炼钢铁，这个人民公社，就是有的地方呢为了让上面满意就报了一些虚的数字，就得到了上面的夸奖，于是呢各地方都开始浮夸，浮夸报的是虚报的数字越来越多。总结来说，当两岸因缘际会隔海分治后，国共在最基本的土地改革政策上的第一次隔海交锋，大陆可以说是过于急切而导致了先盛后衰，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而台湾则在相对稳健政策的引导下完成了土地改革，并因而带动了农业，安定了社会，也进一步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那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讲平均地权这件事情，把整个土地由地主的身上释放到所有的佃农身上，然后让农业开始可以提供足够的农产品让大家可以生活，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可以怎么讲，就是说自给自足了。好，所以让大家的体质变好。那真正开始打拼了以后，那还是在1965年，我们从第一次的进口替代变成了出口扩张以后，整个经济结构才开始有了大幅度的转型。台湾采行出口扩张政策，主要是从加工出口区的设置开始。它借助美国、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以及台湾丰沛且具备高度教育程度的人力，很快的就让台湾的经济大幅改善，并从1967年开始，由入超转变成出超，整体经济也由以农业为主转变成了以纺织、橡胶、化学、塑胶和电子产品为主的轻工业，社会上也弥漫着欣欣向荣的气息。整体来说，从50年代之后的十几年间，不止土地改革走了不同的道路，经济上台湾也走上了和民生发展比较相关的轻工业。可是大陆却因为想着积极图强，逐步走上了以重工业为主的道路。50年以后呢，中国是走的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不发展重工业的话，中国强大不起来。当时的人民币呢，就平均要5000万元人民币才能建一个厂子，它的这个投资要比较高，周期又比较长，竣工时间要比较晚。
中国大量缺乏的资金呢、啊、这个物力啊，技术人才啊非常短缺，所以中国这个工业化呢，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工业化呢确实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这样一个工业体系所付出的代价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付出的，是全国老百姓。两岸这样的在民生发展上的落差，当然给了国民党宣传上的口实，但是大陆在自主重工业体系的发展上也不能说没有成就。两弹一星，也就是飞弹、核子弹和人造卫星的发展，放在当年的时空，对比于民生的困苦，固然令人有突兀之感，但是如果放到今天来看，却不能不说它的确为后来现代化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50年代后，十几年间，两岸在经济路线上分道扬镳。而在政治军事上，因为冷战的格局，两岸也陷入了严重对峙。双方互相丑化对方，彼此的情感也彻底撕裂。中间，中共还为了测试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度，发动了惨烈的823炮战。金门、太武山顶上的“勿忘再举”这四个苍劲有力的朱红大字，是民国41年1952年由蒋介石先生所提，意在祈勉军民效法战国时期齐国的田单，以举城为基础，众志成城，以寡敌众，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1950到1960年代这20多年间，在国际上是个冷战的年代，但是处于国际冷战中的两岸并不全然是个冷战的关系。蒋介石先生没有一天忘记消灭共匪，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去除蒋匪，在那个匪来匪去的年代，双方的炮弹也是飞来飞去。除了新战喊话、空飘宣传单以及实物，台湾也曾经为了配合美国的需要，组成黑猫中队以及黑蝙蝠中队的 U2 侦察机队，试探大陆军情之外，双方也各自派突击队以及蛙人做零星式的攻击以及骚扰。为了光复大陆，也为了不让大陆解放台湾，在那个年代，蒋介石认为有必要维持他绝对的领导。在台湾他采行戒严，更因为动员戡乱临时条款的定令，放大了总统的权力，并不受连任次数的限制，这使得国民政府在台湾一开始尝试实践的就是威权体制。勿忘再举。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威权体制自然和现代化的民主体制格格不入，但是之所以如此，当然和国民政府当时的风雨飘摇、风声鹤唳有关。而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政治的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艰难的部分。蒋介石到台湾了以后，他开始建立所谓的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对自由民主来讲是妨害自由民主进行的，也是妨害宪法本身的一种履行就是对宪政主义、对民主主义、对自由主义这个三方面呢都不是顶有贡献。1949年蒋介石这个退入台湾之后呢，大家知道当时这个岛内面临的这个一些严峻的一些形势，台湾岛内的社会秩序政治生态呢是一直是长期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蒋介石在失去大陆之后呢，他也在所谓的总结教训的前提下呢，他认为只有把所有的所谓的叫做反对的声音呢，通通把它封锁。
一直1949年之后呢，就逐渐开始进入了一种白色恐怖。国际上的背景就是他主要恐惧来自大陆的，因为大陆坚持要当时要解放台湾，那么为了把这个台湾建设成这唯一的，因为蒋介石已经没有退路了，那么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那么他还是采取了过去在大陆实行的那一套。蒋介石搞白色恐怖，我个人认为基本上就是在大陆实行统治的一些翻版。当然这些统治呢对台湾人民造成了伤害。台湾的民主从来就不是在平顺的土壤中成长，但是很早却已播下了民主的种子。由于政府是以三民主义为立国的基础，即使是采行威权体制，蒋介石也只能以光复大陆或者国家安全的理由来限制或减缓民主的推动，而从来没有放弃民权主义是必要的选项，即使在戒严体制中也没有忽略未来应该实行民主的宣示，也在国民教育中强调民主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在1980年代以后可以顺利推动民主化以及政治转型的重要原因。我觉得蒋介石也有大过，也有大功。他的大过呢，就是在50年代，他从大陆到了台湾，为了站稳脚跟，实行白色恐怖。过去啊，我们把台湾的经济改革，把台湾的政治改革看成是蒋经国的功绩，但是我想要承认蒋介石是一个先行者。蒋介石逐渐认识到反攻大陆不可能，那是一个幻想，所以蒋介石就逐渐地把他的中心转到建设台湾。蒋介石想把台湾建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地区，这个是他在日记里明确写到的。那么台湾时期，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应该肯定的。第一，台湾的土改，台湾的先市长选举，另外启用台湾本土人士。当大陆那边呢，在搞文化大革命，各地武斗，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日记里边出现了这样8个字，叫什么？科学第一，教育优先。也就是在60年代，蒋介石确定了他的建设台湾、治理台湾要按照这8个字来做。9年的义务教育，这个对于台湾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我想都是有推进作用的。我们更多的就是对他的评价，就是讲在这个美国人施压逼迫他，是成为一个脱离中国大陆美国控制下的一个单独政体，讲是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坚持了这个两岸台湾海峡台湾大陆两岸呢同属一个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从民族主义的这个角度上头来讲的话，中华民国退居到台湾来啊，在这个地方，在文化上头他是离开了故土啊，但是蒋介石在这个地方基于一个政治上的理由而推动了所谓的文化复兴运动啊，这个文化复兴运动可以是这么说啊，它维系了台湾跟大陆在文化的这一脉的相承的关系，而且让台湾的许多人认为说文化的正统传承依然在这块地方，
从这一点上头来讲的话，它也的确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上头的影响。提到了蒋中正的文化复兴运动，当然就必须提到这个运动的源头，也就是大陆在同时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呢，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么一个运动，而且呢，在全世界也找不到这么个运动。是全国人民都发疯了呢，还是每一个都不做思考，都被毛泽东所运转着？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要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大跃进的失败以后呢，中共的领导人中间呢发生了一些分歧，其中有些人呢认为呢，不要搞人民公社了，要搞单干包产到户。毛泽东认为呢，这是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必须反对。毛泽东认为呢，要实现呢大跃进这个经济大革命的目的呢，必须先搞一个政治大革命。于是呢，他就发动了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这样的支持这个后来给他们带来那么大灾害的文化大革命呢？这个中国呢，近百年来一直是遭受屈辱、遭受侵略，这个压抑的心情有关系，是吧？中国人呢非常渴望，经过短短的时间，我们能够在经济上、政治上能够翻身，能够现代化。文革它有另外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那么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他希望承续三面红旗以来这个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结构。那么这个社会结构呢，让中国的人民啊能够很快的，或者是说非常快速的去适应一个没有私心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啊。那从民主主义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文革所希望达到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能够领先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典范。从这个民权主义的角度，就是从权力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希望创造一个真正的由人民做主，在这个社会里边呢，一切的事情人民可以参与，人民可以决定，那么人民可以来这个当家做主啊。在民生主义的部分呢，他希望用创造一个极平等的这种社会来杜绝别人的这种私心。问题在于说，创造那样一个无私的这个社会结构的时候，那个创造者他的私心由谁来监控，或者由谁来这个来监督？所以文革后来反而从一个良好的动机变成现实的一个巨大灾难。它不但没有能够把中国扶持变成是一个新世界的典范，反而呢，因为那样的措施呢，大大落后于现实的世界。一开始呢，毛泽东就希望建立一个公的这个社会。那么这样一个动机或者这样一个社会建构呢，事实上跟儒家文化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发展到最后，他发现最难去突破的，他认为就是毛泽东那个时候认为呢，是儒家文化所留下来的这种小农经济的那个道德规范标准，这个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变成这个文革就变成是要去批评整个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文革啊，整个十一年的历程呢，事实上非常类似是一个五四运动的放大版。又是造进，又是因为想一觉醒来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结果呢？从1966年到1968年，红卫兵把大陆搞成了一个全面无政府的状态，全大陆几乎都陷入了停顿，中国进入了一场人为的浩劫。如果现代化是一条中国必走的路，为什么总要经历这么多苦难，还学不会教训呢？
大迷之后必有大悟，也许就是因为文革的破坏性实在太大了，当一旦有机会拨乱反正时，那修正的力道也就特别强大。改革开放成为了全大陆人民的共同自觉，这是唯一的出路。而阶级斗争这个非中国的东西也终于退出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但是呢，它把我们的社会矛盾，把我们要求现代化的那种探索结果呢，在十年中间迅速地发展到了极致，使我们迅速地认识到了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必须走另一条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挫折和教训呢，我们党从上到下的人都认识到了，说我们的思想必须要解放，我们的这个制度必须要改革，我们的政治决策必须要民主化，这样呢，在八十年代呢，形成了一种共识。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的确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危害。为了区别与大陆的不同，台湾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为号召，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发起人当中有孔子的后代孔德成、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先生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主旨是以尊孔扬儒的方式弘扬传统中华文化，以凸显大陆文革时期的批孔扬情摧残中华文化的不当，并且遵从孙中山先生用他的诞辰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并由蒋介石先生担任会长以示重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然在当时有国民政府与中共争夺文化正统性的政治性考量，但是也因而使得台湾维护了不少的传统文化价值和资产，直到今天国际上与大陆人士都赞誉台湾是个保存中华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地区。从1949年开始到文革的尾声，两岸因为历史的因缘际会，隔海分治已有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段岁月，两岸虽是彼此为仇敌，但两岸探进寻路的总目标却是一致的。这也就使得中国虽然遭到了无数的苦难，但是现代化的生机始终不断。这段岁月如今看来，两岸都的确曾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但也都曾经犯下了错误。两岸的两位风流人物蒋中正与毛泽东，无论有多少毁誉，都仍然算得上是历史上的关键人物。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终于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带着未能光复故土的遗憾辞世了，也结束了他曾经绚烂也饱经忧患的人生。为了显示他归古故里的决心，迄今仍暂错慈湖行馆而未奉安。一年之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也在文革的阴影中撒手人寰，带着他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业和睥睨一切的气概，在争议声里安息了。短短一年间，
这两位风流人物先后谢世，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当历史的新扉页打开，由苦难而成的经验终将让两岸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共同道路上有了拨云见日的机会。这里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1931年，为了避免战火，故宫文物开始从北京南迁。1949年，国民政府再将它们迁移到了台北，不仅完善地保留了所有的文物，也使得国民政府取得了中国文化传承的正当性。鼎，这个被古代视为立国的重器，政权的象征，它有三个足，以支撑它可以立于不坠。一个政府在民族、民权、民生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政权这个鼎得到人民支持、正当性所赖以存在的三个足。缺一则容易倾斜，缺二则难以直立，缺三则不能存在了。鼎的成分是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当认同都完全不一样的时候，这个鼎是脆弱而易碎的。以鼎来做比喻，两岸探进寻路第一阶段的竞赛，台湾在民生上是占优势的，民权上地方自治也算有点成绩，而这两方面大陆跟台湾似乎还有段差距。而在民族上，不止大陆，台湾也还坚持中国本位，这方面都是可以称道的。所以基本上说，台湾这个鼎似乎是要稳一些的。就以两个象征性的建筑来说吧，中正纪念堂和毛主席纪念堂都是极其宏伟的，但是中正纪念堂是个开放性的建筑，人们穿梭其间随意游赏，完全公园化，它显示的正是当时台湾社会的风格。而毛主席纪念堂固然气象万千，但是庄严肃穆之气也是很显然的，人们到了这里就自然必须归行举步，这不也说明了当时大陆的风格吗？这也微妙地显示了两岸在现代化路径上仍不免将有一段曲折与奇异。冒险的孤独，如果心